雨啊，快点吧，熏死我了。好嘞，龙哥，我呢就看在王哥和严老同学的份上，帮你去去味儿。让你味儿，让你味儿。一个新的同事，您有一个同学聚会，您去呢还是不去呢？好，我知道了，您下去吧。王秘书，董事长，算一算，我已经有十年没看见他们了，我还真有点想我们这帮老同学了。王秘书，明天一切行程全部取消。好的，董事长，但是有件事情不是当脚不当脚。但说无妨，当您成功的时候，身边不一定都是假事，但是您落魄的时候，身边一定是真人。有道理，那这样吧，王秘书，那这样吧，你去给我准备一身农民工的衣服。好的，董事长。董事长，您要的工作服。好了，这里没你气了，您下去吧。好的，董事长。那我用不用给您派两辆车呀？不用，公司有什么事你随便处理，我有什么需要我和您打电话的。好的，董事长。等等，记住这件事不要跟任何人声张。好的，董事长。老同学，咱们都这么多年交情了，这都不算事儿。啥也别说了，老同学，等到宣布一条龙安排。你小子行啊，到时候。先不跟你说了，我出去接个电话。你香、啊。哎，龙哥吗？你干嘛去啊？我先去接个电话，先进屋，等我。妈，100万就想进我们瑞达公司，门都没有。哎，老二，阿龙，咱们十多年没见了。是啊，俺得有十年没见面了。你老婆真不一样啊！我这不是从家走来得急吗？没来得及换。换啥呀？换你那农民工三件套啊！其实你今天多多余来，这种消费场所是你能消费得起的吗？我怎么不能来？我怎么消费不起？我就喜欢穿这身迷彩服，干净舒服。行了，没人管你，爱干嘛干嘛去吧。我分分钟都是钱。同学们，十年没见了，想死你们了！听说你还有彩钱呢，给你十多个吧。我的习惯。哎呀，这个戒指好漂亮呀！你这鞋也不便宜吧？幸福而憔悴，有几人能逃过这大喜大悲？成天你这公司最近也挺好的。也不行，一年就200来日。哎呀，不怕技术。同学们回来晚了，不好意思啊。没事，龙哥坐这里啊。来了，宝贝儿。这是你该坐的地方吗？张龙，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？
我哪个样子呀？啊？我怎么了龙？你坐我地方来了，你还有脸问我咋的？你埋汰他拍的，上龙哥座位啊？还被人家咋的？咱们十年没见，你们怎么都变成这个样子？不是我们变，是现在你认不上我们不话。哎呀，老二。别说话了，你说话都熏死我了。哎呀，你今天穿这么埋汰来，这不是多么丢人吗？欣欣，他们这么说我也就算了，你怎么还这么说我们？你可是我初恋女友啊。哎呀，可别提了，只怪当初骗人情深是我。说的对，欣欣啊，别这么说你，当年那么追你的妹妹，这个小孙啊，一旦过问家家是你好弟弟，恶心啊。小雨啊，你没感觉这有点味儿？别说了，来吧，王哥，我给你气气味儿。你们太过分了，过分？我多觉得这么过分吗？一点都不过分，这过分谁让他那么味儿？活该，还敢跟我提当年的事情呢，恶心！小雨啊，快点吧，熏死我了！好嘞，龙哥。我呢，就看在把工作年老同学的份上，帮你去去味儿。我让你味儿，你知不知道今天在东北都是什么身价呀？欣欣，他家有油厂，整整80万桶油。小张，他家有20000平的厂房，特别是我龙哥，瑞达公司的总经理兼 CEO。公司分公司吧，你别管是总公司还是分公司，我家那20000平厂房可都是被我龙哥一个人占的。小意思，看见了吗，臭屌丝，我龙哥一出手就是5亿，你有吗？见过吗？他有味儿。龙哥，那兄弟的拆迁能不能多给2套？我多给你10个2套。看没看着，咱班这些同学还给我龙哥混得最硬。你可真是应了那句话了，夜明珠在哪儿都发光，狗懒子咋发都不亮。我今天是来聚会的，不是一个和你们来攀比的。干嘛呢？找孙立奇来。你还立奇？你当拍卖手呢？本来呢，我想以普通人的方式和你们相处，但是呢，换来你们嘲讽。我不装了，我摊牌了，我是瑞达公司董事长。就你还瑞达公司董事长？你要是瑞达公司董事长，那我就是万达集团 CEO， 你也配？那瑞达集团公司董事长都穿农民工三件套啊。我穿农民工三件套怎么了？得劲儿。那得劲儿，一边得劲儿一边味儿。我俩身上喷这么多香水也掩盖不住你身上的味儿啊。你们不要太过分。哪有味儿啊？你看看我龙哥身上的味儿，哪有味儿？倍儿香。你为了骂我同事长，身上味儿还不够，来一下。龙哥，你们不说给他去去味儿吗？怎么还有味儿啊？小雨，你这味儿也没去不对呀。我来了，我给你演示一下子，要不正确去味儿。十年忽悠你们，你们一点都不过。过分，我就过分了，你能咋的吗？马龙，你瑞达分公司总经理是吧？好，你等着。喂，龙秘书吗？我给你发个位置，你马上赶过来一趟。好，我等你。真能编，姓都编对。你那龙秘书是二井的还是冯乐的？套里深的，一会儿你们就知道了。罗秘书，那可是我龙哥的远房大表姐，你还能认识？她不仅是我表姐，还是我们瑞达集团的二把手。就你这个损色，你多送你回，人家见不着你一面啊！现在你们条件都好，但是你们已经不是曾经那个你们了。昔日同学情谊已经烟消云散。不管我是不是董事长，我还是怀念着当年的情谊，来参加这场同学聚会。行了，你别胡吹胡吹的，不准骂我。怎么还有空来这种地方？等我找到这儿，帮我过来一下。
你的秘书到底能不能来啊？先顾的。我在数三个数，马上就到。是吗，表姐？那你快带我引荐引荐，好让我尽尽地主之谊。三、二，真拿没办法，走吧。一，啥玩意儿？三二一。董事。来来来，同学们，给你们介绍一下，这就是我们瑞达集团的二把手，我秘书，我亲表姐。算你祖坟墓亲爹，有心让你见一见。你可真是狗仗人势。表姐，你怎么打我呢？你怎么跟董事长说话呢？什么？就这个臭屌丝！你还说，这是咱们集团老总，我的饭碗都他给的。算了吧，罗秘书，得饶人处且饶人。同学们，我今天来的目的很简单，就想和你们重温一下当年的同学情谊。没想到换来你们这副的嘴脸。罗秘书，董事长是否被撤回公司？好，社会很单纯，最可恶的是人心。明天你不用来上班。